来，你要来收什么车？高级停车场。是手牌的吗？不是啊。那我怎么会来？想说可以顺便出来透透气，顺便回去找妈妈。原来你是妈宝。妈宝，找妈妈就妈宝。妈宝忘在这里，所以你才不是妈宝。我妈妈一两个月才只能见到我一次。是哦，可能半年吧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可以看到小思妈妈还有小思两个到底有多像呢？噔噔，今天要公布。要玩这么大哦，这彩蛋很大呢。这样子没办法，就为了点击率，所以。好，等一下去看高级的头塔。等一下去看小思妈妈，拜拜。他先呛了这个，他就没办法扣钱的。没有。说哎，前面有撞到哎、欸，小撞难免啊。第三波，没有啊，这不是哦，他这个引擎盖都换掉了。是啊、哦。嗯。哦，你这螺丝你看。啊。然后这个没有胶了，撞到这边。放。里面还好，前面确定有了啦。啊，我现在看一下外面状况。其实我比较希望外面多一点，用整车烤比较划算。对，而且这种颜色啊，如果说只烤，比如说这里不烤，烤这里啊，色差会很大，因为这种金色的那个漆很难调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是到的高级头塔有没有？那价钱，我觉得以它现在外观的这个看起来，大概是我们俗称的下半身啊，这些下面一圈比较好。还有这个引擎盖，这个重嘛是已经这样起伏撞到，那有撞到，我们变成说价格上面会有落差，因为我们卖人家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人家讲它这些没有撞到，所以可能我们会卖比市价便宜个1-2万。我觉得车可以撞，有大撞小撞。那我要跟你讲，我卖你的时候要跟你讲，然后跟你讲说啊，外面啊正常卖18，啊因为撞到，所以我卖你16，哦、啊、大概就这样。可是比较不好意思，就是可能这一边价格上面，我可能要从款度入手的价格上面稍微低一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我们坦白在说，我们那时候应该会在7万。哦，啊，如果 OK 我们就出发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我们回去再写契约书。我在中开分店。没有对我们两个没有对方，比较零件，看到底怎么样啊？更高级？其实比较贵，可能比起你那个日系还会再贵一点点。这种老车它没有，台湾没有做一些配置建设。有，而且它有一些东西可以用投胎的。就是、说第一个你要有熟悉爱怎样啦，因为你一般你开这种车。你开到修理厂，当看到 Lexus 的白，哎呀，白柱一点个，你算较贵的啊，拢我该上上。啊，你若3000啊，你使外口人看3000，唔敢甲你收伤贵啊。其实你迄零件有无修好无？因为你只要有进口的，都不会太便宜。而且你看哦，它那一个引擎是新引擎，台湾没有的。对。啊，你像那种奥兰德那种2400啊，还是那种1800，那个引擎都用几十年啊，那零件拢较俗的。30一样30的有没有？他们是1800、2.0、2.4，那三种引擎啊。现在都很便宜，台湾都很便宜，可是那1.5是30新的，台湾来讲是新的，所以应该会比较贵一点。它、啊、这个不是主要修便宜啊，这个是说它的耐用度比较高，它东西坏的频率不会那么高。阿伯你想啦，这车嘛才17年的呢，可是其实我相信你，如果问你妹，她其实没什么，没有花过太多太夸张的东西，就定期洗干搞换，洗干搞。下次见面就是，下次见面就是你要卖车啦，那样。好啦，上法院的时候。上屁呀、啊！不要乱讲话，废。剪掉的。哎、欸，做效果做就乖，做效果做太大喽。好啦，我们要做结尾了，谢谢。好、啊，我们拱手不握手，好，挥手不挥手。不是。那好啦，我们走啦，谢谢啦。谢谢。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好了。
那保持联络啊，我们去礼拜一过户，保持联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The next day， 最近跟他足久无有住过啊，刚买个五下，来，我给你转好啊，你嘛想洗啊吧，你连刀啊都炸好啊，你安尼洗了想明显啊啦。生活一个汽车人身上有一挂假戏是正常的呀、啊，合理的。对啊，你来，这车吼、奶茶色，奶茶你知道？奶茶刘若英嘛。老板，你是买珍珠奶茶，是买奶茶的吧？我你看是买华达奶茶，还是买立顿奶茶？这个还是丝袜奶茶，丝袜奶茶。啊，富贵店。我是刚刚喝的，黑鸭绿球啊，珍珠奶茶嘛，还有珍珠嘛，等下喝的嘛，对吧？仙草，仙草冻，我一点都变了。仙草，因为珍珠的甜味嘛。不会，仙草是仙草冻，阿莲娜家就是珍珠，哦，双色，阿姨爱滚哦，很多路薄碎，好，有滴啊，那是刚刚破产，对吧？修理不好，点阅率不高，开不高，点阅率不高，所以来开箱，等等哎，上面几支等等，确保水箱护罩。电镀 VIP 款，这啥？好钉哎，好钉。哦 ，BMW 样式光条，灯柱，他们看我。BMW 样式，他顶个192，咱顶个一只南阿最贡，你知？不会贡，是不一定强款。我来讲，到时阵不一定大钉换起来，也会老的，贵的。玩具也真贵，老的，搞不好在卖钱呢，好不好？有要买的网友，到时候我们拆下来旧品。我们只是因为花不够钱，流量不够，所以要花，硬要花，你被开。喂，你管啥啥？玻璃刀，玻璃刀没？没关哦，没有。下面还有这个类阿巴双鱼眼，哎，肯定几条嘛的呀，双鱼眼的特厉害。给我说明书，你看。人家原厂的 HID， 人家洞都留好了，安定剂直接刷拐的话，对，直接刷安定剂的话，我们买的这个高规格的，才有做这样。要不然你看一些改头灯，那个安定剂又锁在旁边，断去。高级灯具才有附这个 HID 安定剂的锁点。好啊，三行先考察过出呢，来宗教爸妈处理啊。现在我已经几台用晒拐测试过啊，一台值得花，所以咱准备开了。开了，输赢都看得到啊！好啦，开了。何必啊？创到无够水的时阵，我来讲，检阅率无好，以后何必家己留会使？哦，是啊，对啊。你当作家己的车，创到较水的，你上好是家创到较水的，万不哩检阅率无好，袂出哩。都无安怎遐哩晒？你无安怎遐晒，所以你爱创到较水的，无靠钱有货，创无够水。你即马知名人士嘞，你晒出哩一个红的，何必三千块拿晒的车？根本看到哩。能看口吗？所以爱开下水，开下一包。为了我家己啊，甲开落去，免惊，开我高了对吧？奶茶色，说不定可爱的。以前我都想一下，可比，你啥？研究电动的卡拉车，成功了，我得再改叶子啊。哦，你较上个来改嘛，小伊就煞，叶子啊小伊对不对？但是要大条啊。你台阿叉你要跟什么颜色？你知道就珍珠奶茶、啊。珍珠奶茶什么颜色？你看一下哦。这哦，这这这色的我来知看无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教好啊。啊，你已经教好啊？你等我。好，教好啊。哇，教好无？珍珠奶茶嘛，珍珠奶茶。珍珠就是啥啦？珠点 O 的，就是珍珠。哦，连坑嘛是 O 的，连坑嘛是 O 的。对啊，啊，甲伊搭配啊，啊，就即款，啥物直接跳头鸡，讲甲我喷起哩。喷起哩哦。来得话嘛？啊，你做咧迄间，来这直接。真的？嘿，你这你叫的歌都封好了。我叫卡兰妈叫的。哈。无，即摆来跳头鸡讲。我头鸡我教好，看伊安怎吼，咱就来可以。好，我不再跳，不再在乎。你会来教我啊？我会问珍珠奶茶，问这些的。茶你只甲多一讲，阿分袂得到啊？是哦，对啊。无啦，好啦，听啦。那比较热一点啦。啊，我做点乌的嘛，阿你个。对啊，是啦，我比较热啊。我叫了这些的啊。好，交代完成了。OK。One week later。你脑袋拢泡啊，二度七都上去了，啊再救掉。再回跑再照啊，照。你漆面你若无搓搓，擦喷的袂掉，水浆一冲就掉了。怎么讲掉？掉，掉
那个汗。哇，厉害！好爱胖啊，像那缝隙啊都要磨破。所以这师傅吼，等于应该接到洗碗，用菜锅煲应该这里啊。快啦，应该这两天差不多就可以烤。啊，弟弟，像今天把它摆的烤好，会不会要弄？烤都是一样，只是说干的程度快跟慢而已。哦。啊，土也是啊，天气愈热愈紧打啊，你别再用那个，可是你用火去烤。对，干的没错，可是里面的水分太多，你漆上去就会起水泡。对，这个啊，就是钣金过后搭过去，第一次浮土磨完之后，它还是先磨过再浮，第一次的出土，头头已经爆了，要单搭。你看这里也放，那边都放，为什么？就是要等它干的，最后拢先爆完散。哎呀，第一它磨啊抓擦，好，就是干燥的时间长跟短。如果你这样火去烤，对啊，表面是干的，可是里面如果水分太多，漆上去的时候，那一上来就有那个，看漆面有一颗一颗，就是水分太多啊。那这个放起来谁的？这个就是猫吊嘛，它把先把漆面弄掉，再把机器夹子把它拉起来，拉起来就下一步就是麻浮土了。哦，讲哪样？再下一步就是磨，磨完了浮土，不然拉拉好拉平嘛，不然你这样浮起来，土块浮这么厚，有些很深嘛，这么厚还是这么厚，就是一般都是拉到快平的，就把它浮浮一浮，拉整原本这样，磨混啊嘞，磨好碎。那、啊、接下来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们那个快的啊，再来就是明后天嘛，对，明后天应该就可以喷了。哦，好，告辞告啦。脚在那边盖，那一下公厕，我先把公厕啊放，我就把公厕厕，啊，行照盖奶茶啊那样，到过年行照怕上面颜色怕奶茶啊那，有没有那种 VIP 的感觉？喧哗至上，哦，有没有？喧哗，风林火山，好换你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暴走族都会用什么？夜路石鼓，哎，阿狗啥？大义灭亲。没有，举国欢腾，那个全国喜迎，油价上涨，想要下雨啊！完了，我回不去了，靠腰嘞。好，讲干讲干话，讲完就回去。啊，你要把那个移到这里。对啊，因为它原厂是 HID 的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装 HID 的安定器啊。哇塞嘛！这个他毕业的，你一定他帮你打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这种原装的进口车，他是用这种的安定器，就是他。
不？好，这车再装回去。那这车是干嘛？调整的啊，哇，高度。哦。所以现在穿个夹克，我这是安尼起来了，安尼，我嘛，对啊，总主要是这个唔在下无，安尼干嘛？伊内无盖盖子啊，哦伊啦，安尼拄好，这算买半套尔啦，没他，只有买那个他的那个灯具而已，灯泡这个都没有。一般。灯具都是这样啊，灯泡自己处理。这个算不错，这个有预留那个一根五 J 啊。有些人是没有，只能改外厂的 HID。嗯。这是接着淘啊，比外面的还贵啊，以后坏掉可能比较贵。可是原厂的还是比较亮。我太太你把这些换了，那你加判级啊。不要不要修理车，我没有要观音坐脸。我用不到那么大空间。那安德利亚宝贝，你最需要这种大空间的。我现在用不到了，我现在换小车了、啊。人对吧？一开始小车嘛，骑摩托车，骑到最后换修理车，修理车过了就没有再修理车了。越换越小，五门的换到四门，四门换到可以两门的。啊，熊老表的一门的对吧？一门的是什么？挂叉，红挂啊。但是每个人都会走的，是啊，收回去就一门了。哇，那就得，那就说，那就说，那就得，就直接说，啊，直接说，先把直接说。为什么？这个是这个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样。这个是这个。我孤轮摆，外在千里之外之外。想要快，没刹车就快了。不要被速度限制自己，要克服心魔要靠自己，人要比车凶，谁敢来拆改，谁敢来丢台，人要比车凶。电影上演着好多神迹，实地试验才发现那就像在赌命，但是肾上腺素莫名其妙分泌，飙升莫名其妙治好我的便秘，速度太快，兢兢战战兢兢胆战心惊，石破天惊大吃一惊，对手挑衅使出绝技，崇拜的对我调情，速度太快幻想我是瓦仔，今天才刚刚换了一颗热熔胎，我的后座从来不曾有妹妹在，护身符挂在车头鬼内不敢过来，吹油门轰轰起步声音摩擦地板乖乖改的喇叭，吹油门轰轰起步声音摩擦地板乖乖改的喇叭，我的顾伦都摆歪脚摆歪我的头歪歪，他们说这样坏坏骑太快问我坏坏坏，那么顾着轮摆歪被我宰你会都淘汰，你会说我很奇怪坏哦坏总是顾伦摆歪，名车大会师の予告。我孤轮摆，外在千里之外之外。想要快，没刹车就快了。不要被速度限制。靠腰，你看，还是头塔的，有没有？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弱，弱弱的。地板破掉的货车。